就对门那个。行，对门，住对门那个啊。我走过来看，然后这门腾自己开了。你为什么找我妹妹？住这儿。住哪儿？住这儿。你没家吗？现在马上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。OK。他叫王德发，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你住这儿啊你没家呀你。玲，好，我来。